오늘의 학습 주제, 생활체육 탁구. 다음을 잘 듣고 따라해보세요. 啊，对，你每天打乒乓球吗？每天打。啊，从小吗？小的时候那个打乒乓球？打十多年了。几年？十多年了。啊，新面娘的觉得，啊，十几年了啊。你现在打好了，六行六行。六行六行。当然了，你现在哇，看了他。他也是打十多年了。啊，那每天那个在这那个打乒乓球的人很多吗？多多，都打。啊，你。 每天来吧，你那个，都是东北人，我们都不认识，我们就是过来打。你是韩国、朝鲜和那个东北呀，我们都是老乡啊。啊，东北사람인데 모르는 사람인데 여기서 이렇게 타고 치면 알긴 안다고. 아, 마. 打吧，你给我打吧。啊，打吧。啊，这样拿的。啊，这，你这，이거 잡는 법을 알려줘. 이렇게 쪄요. 쪄요, 나죠? 横拍，横拍，这手指头是这样。啊，这样，哎，横打的。啊，对啊，年轻人。啊，厉害厉害的，啊，打得很好，谢谢谢谢。啊，谢谢谢谢。中文，你教我中文吧，就打乒乓球。打乒乓球。啊，慢慢学，慢慢学。 打乒乓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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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乒